大家好，又是我香油卡油，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2024年的万圣节活动就陆续推出了，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，那我们又来看看今个星期 GTA Online 的最新资讯。今个星期废车回收场的载具盗窃任务分别有蜜糖尼盗窃任务，要偷的是经典猎炮，展示台盗窃任务，要偷的是百老汇，同埋帮派分子盗窃任务，要偷的是骑兵 XL。 今个星期豪华车业的展示载具分别有帕拉冈 S 同埋穿刺者 LX。另外专营车业的试驾载具分别有旋风复古拼装、白鸟、沙夫特长轴车、圣者之痕同埋天威跑车。咁呢架天威跑车咧就做紧七折。今个星期落圣都车聚里面嘅奖品载具系半影侍者 FF。获得的条件是连续三日在一场落圣都车聚系列赛里面名列前三名啊！而嗰三架试驾载具都是卖车网而除的载具嚟嘅，分别有疾速 GT、陆上瑞星同埋 S80RR。另外阿浩特制改装试驾载具是二塔力 GTO 史丁格 TT。今个星期赌场入面的台上载具是密探 S 啊，属于洛圣都改装车嗰个 DLC。特价车方面，除了头先所讲的天威跑车做紧七折之外咧 ，Legendary 嘅曼巴做紧七折，南圣安地斯超级汽车网嘅密权做紧七折，钢骨灵车做紧七折。咁钢骨灵车系期间限定嘅，旋风复古拼装都做紧七折，旋风复古拼装都系期间限定嘅，闹鬼灵车做紧七折，闹鬼灵车都系期间限定嘅，科学怪人都做紧七折，科学怪人都系期间限定，布里格姆做紧七折，安女者二做紧七折。同埋圣者之痕都做紧七折嘅，今个星期所有丧尸面具做紧半价。另外喺机械双型车度购买火神机枪做紧半价。差事方面有七个全新嘅万圣节系列社群差事，呢七个社群差事做紧三倍。另外多了个全新的期间限定生存战，老登朵夫墓园生存战，就是去北洋克顿打丧尸的。老登朵夫墓园生存战做紧双倍。除此之外咧，今个星期仲多了个期间限定的万圣节活动嘅，就是鬼魂揭秘者。咁今个星期登入就会收到鬼魂揭秘者 send 嚟嘅 email 啦，就会叫你去影啲鬼魂嘅。咁呢个活动上年都有噶啦，不过咧啲鬼魂嘅位置就同上年唔同。想知道今年嗰十只鬼魂嘅位置咧，可以睇我呢一条片。鬼魂揭秘者做紧双倍。完成今个星期嘅每周挑战，可以获得呢一个灰色怪猫面具。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另外顺便喺度讲埋啦，今个星期嘅时间挑战赛系上期力赢得山。而阿浩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咧就喺东好密澳嘅，因为 RC 时间挑战赛同埋拉基牌提神音秒时间挑战赛系日替啦，所以就唔喺度讲啦。有兴趣嘅朋友记得过去挑战下。咁今个星期就开始啲万圣节活动啦，可以去北洋克顿度真系好兴奋嘅。咁有关嗰个老登朵夫墓园生存战咧，我玩咗之后会再拍片。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之后落嚟个 GTA Online 啲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我系香口卡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